公开说明会啊。啊，他的意见你有没有给他说服了？不是说开过的程序就可以啊。啊，他的症结问题你有没有给他解决啊？啊，你有没有提那个依据？啊，你说地主赚炭，地主赚炭还是你们雇用的啊，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哦，不是说哎，我程序有完成，现在哦，高等刑事法院是会还扁的程序，现在民众谈的是实质的问题啊，哎，所以不要对，我们开发单位要重视啊、哦，谢谢，来陈老师。我提一个程序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多案子都是都审通过再到这里，或者说条件上是希望都审那边可以先进行。那这个案子显然都审是没有通过，因为都委会已经有意见了。那另外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地上权，那我们现在这边讲了很多意见，其实开发单位可能也没办法执行。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继续讨论这个实质的内容啊？请主席跟各委员大家思考一下。谢谢。那其他委员还没有？还有汪老师，哎。开发强度啊，哎，开发的状态对环境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啊。所以是不是应该在都审之后才来审，会比较迫切？OK， 来，那其他委员，嘿，就，嘿嘿，我在。这个现在提的这些回复的所有的资料哈、啊，都没有一个更新资料的提出。好，那都是在旧的里面的内容，99年以前。因为我没有看到原稿，所以99年以前表示它是可能98年什么什么这些资料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数据，什么叫做可以当成是一个环评的依据啊？我就提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很纳闷，光宇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哈 ？OK， 那李老师你是讲按什么啦？我知。对了，大概，大概几个委员意见，你们开说明一下啊。那关于刚刚那个有委员提到说，本件的话没有地上权，有没有再去审查的一个必要性？那我们要说明就是说，其实在最高行政法院这边都有指出来，因为台北市政府跟博德公司这边关于这个诉讼上的问题，到底我们还是不是一个开发单位，目前是还没有法院做出认定。换句话来讲，这个契约关系是否存在或者不存在，现在不是台北市政府片面说了算数，法院是认为说这个要经过法院判决。那虽然我们失去了地上权，但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里面也指出来说，万一将来日后呢，这个博德公司呢这边就这个我们这个契约还没终止这一部分如果胜诉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依照契约的要求哦，请求这个市政府要登记地上权给我们哦。所以这一部分的话，目前状态是一个不是说一个既定说已经确定的一个状态。那也因此呢，最高行政法院才说，那这一件的话竟然契约的争议还没有定案，所以呢整个相关程序的审查还是必须要进行，因为将来有可能是博德公司这边会确认契约关系是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台北市政府一样要把地上权登记回来哦。所以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先做个简单说明。那另外第二个这个委员部分有提到说是否要先进行这个诉保跟都审的部分哦，我们也是这样子认同，因为上次的一个会议结论就是说先诉保，然后再都审，然后再还评。那当然诉保跟都审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在申请了。那诚如刚刚跟各位报告跟各位委员报告的哦，诉保跟都审的部分呢，现在这个台北市政府跟这个都发局他都认为说我们不是开发单位，一样都给我们拒绝审查。那但是这个理由呢，其实在这个我们跟环保局上一次的诉讼里面，这个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都已经把它
博士掉了。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将这个诉法跟环评的部分呢、啊，将来在这个诉讼上，我们还是会取得一个有利的成果。我们还是会要求说，市政府这边跟那个都发局这边，还是要继续就这个诉保跟都审的部分继续来进行一个审查。那也因此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种种因素存在，所以以至于说本次的这个影响说明书的部分啊，资料我们还没办法用一个最新的资料去更新，因为那一部分我们审查确实是还没有确定下来。也因此说这一部分，那再加上说这个上次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是在1999年12月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决议说要诉保都审之后才来进行环评，但是现在前面两个审查都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也不，所以以至于说目前这些环境影响说明书的部分上有一部分可能将来也需要配合这个诉保跟都审的部分再做最后的一个更新，这是我的一个简单报告。回避问题，对，针对张委员的一些意见要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那我们光宇公司承办这个案子是在1998年就接下来，那我们1999年是进行第一次审查，那我们今天的审查是第二次审查，所以依照整个环评的一个程序来讲，我们这个资料都是有经过程序审查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我们公司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以上做一个回应，谢谢。我就让台湾单位了解哈，程序审查是行政机关的权责，不是环评委员会的权责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丢到环评会让这些我们教师的来解决你，这个有分际给你做参考。谢谢委员，相信。我想再补充，刚刚因为有委员提到这个环评跟都审还有诉保的审查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个案子是在1999年8月17号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的规定转送到我们环保局来进行这个说明书的审查那么所以程序上来讲它就是一本就是由开发单位转来的环境影响说明书的审查。那当然我们在1999年12月的时候，那当时的环评委员会因为当地很居民还有环评委员有很多的审查意见，所以决议是补充修正资料后再审。那当然后来有发生这个情势上的变更就如同刚刚开发单位的一个补充说明。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环保局是完全依照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裁判的意志那么就是来针对环境影响评估的部分必须要进行实质的审查。那刚刚其实大家会提到说有关这个都审跟诉保的这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我们依据的审查的法律的是环境影响评估法，那都审跟诉保它是分别有它的目的事业主管的法律的规定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各自按各自的法律的程序来走。那么在法律的规定上来讲呢，其实环境影响评估法它实在法律的规定的层面上来说并没有谁先谁后只是当时我们1999年环评委员会是希望说，因为当时了解到说有这个都审，那我们希望了解一下都审的这个内容再审。可是因为这个案子现在法院既然已经要求我们要实质审查，那事实上开发单位也做成了这样子一个书件来送审所以我们委员会不管都审怎么样，我们还是必须要依照这个环境影响说明书的内容来进行这个实质上的一个审议以上报告。
没有声音的。这切掉的。对啊，那我们要告诉他不能切掉啊！哎，没有声音 ，Hello， 无声无声。现在打拢流行的手语啊、哎！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哎、欸，小姐，可不可以跟他们讲一下 ？Hello，Hello。决议的时候是秘密的，对啊，秘密啊。那以前都是可以听的啊。前面几个秘密，奇怪，我们在八楼开会是决议的时候才听啊。我们每次他们怎么说，我们要知道他怎么样决定啊。哎，环保局啊！那我们人民知道啊。哎，你怎么决议的？我们要知道哎。哎，听无哎。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哎。听不到。我们说实话。因为依照刚够听不到，听不到。依照各委员意见，听起来这一次基本上就是。听无，听无，哎，听无。人家问他说有没有啊？他一直在讲些狗屁啥，没有。哎，听不到，听不到。哎，帮我照一下。对啊，但是我没有程序考虑。对对对，一定歪不了。好，听不到，听不到，怎么这样呢？哎，听不到，听不到。今天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解？你们是怎么样讨论的？我们想要知道。听不到，听不到，哎。哎，先生，你帮我照一张相好不好？方便帮我照一张相。你要照什么？照我，我在抗议，我听不到。喂，听不到。Hello，Hello。听不到，听不到。听无啦。哎，这是关门会议吗？你怎么样？怎么样？要让我们知道你们说些什么？没有委员在讨论的时候不能那个了。没有，我们向来都可以的啊。没有没有，那个是决议，他们决议不让他听了，好不好？好，不好意思了。不是，我们都来了很多次了。对呀、啊，你问他们，大家都来。委员讨论的时候，我们从你看他们那个工程公司也都没有在听的、啊。那他们是有利益的嘛？那我们是民众啊，我们是民众，要知道讲些什么。对不对？不是，哎，请问一下环保局，哎嘿。他如果没有回答，我听了听清楚，就是他没有，他没有那个，所以委员才会做。哎，我要问他，环保局，请问一下，你们向来都不让人家听的吗？向来都这样吗？高总，你亏哈。但是我们以前来都有，都可以啊。喂，这是安怎嘞？这是安怎嘞？这是安怎嘞？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些什么。秘密武器啊，无敌铁金刚啊！无敌铁金刚！哎呀，这个，拜托一下，我要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哎。抗议！我们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怎么审查的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不会的啦，他不会的，他们不会的，他们现在不，他们。就算他告诉你就是一翻两瞪眼，你不知道他怎么样做成决议的、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不行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是在社区的，我们花这么多精神呢、欸。不行啊，不行。阿龙，我们要知道你们怎么样讨论的。哎，你们不能秘密的。你们不能这样秘密的决定我们的未来啊！我们要知道啊，你们是怎么说的？哎呦，好几百万，好可怜啊！不可以这样！不行这样的。没有秘密，这个是公共的事物，怎么有秘密？为什么有秘密？为什么有秘密？这是我们公共的事物哎。对呀、啊。这是公共的议题，不是你们家哎。广慈不是你们家哎。对呀、啊。你不要动动我的这个。广慈是不是你们的痉挛？广慈不是你们的痉挛，你们不可以秘密的讨论。我们要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怎么样说我们的。我们住在这里，你们讨论的是我们的家，哎，我还要在这老哎。你们不可以这样讨论，我要知道。我要知道我们的家是怎么样的。我昨天晚上写了一个晚上。不可以这样解，不可以这样解决我们家的未来，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哎，你们又不住在我们那里。那应该要求博德回答，我能问他问题。一般讲瞪眼有或没有，这么简单的。失职啊！因为委员问他，他应该叫他要回答，竟然没有叫他回答，就这样逼过去。讲得很清楚，人家问他说，跟周边里面到底有没有达成，有没有解决问题？对吧？就这么简单问题，他答不出来。周杰而已，我们开放大连也是很欢迎啊，不是说不要开放，只有那交通问题要把我们解决。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你们怎么样判定我们居住环境？台北居不易，我不可能换房子了，我就要在这里老去了。我要我们的树，我要我的环境。
你们是怎么样决定的呢？为什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可以呢？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不让我们听呢？你可以看以前的报道都是可以了，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争取到可以录音录影啊，为什么又倒退了呢？到底是有怎样怎样庞大的利益在那里呢？为什么政府原来说福德 out， 现在福德又回来？到底政府是怎么看？为什么环评还没有通过？台北市政府自己不守环评，自己就把道路给盖起来。台北市政府自己违法，那你们还在那球员间裁判呢？谁来说环这个开发这个路环评都还没有通过，树保都没有通过，一条大路就这样把它开过去，这个绿，这个我们的心爱的居住环境呢？到底怎么样呢？讲些什么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在那里争取，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早就都知道了，这里开会跟八的开会都讲话都不一样。
到底怎么样？这些没有住在我们家的人，他们怎样能了解我们呢？了解我们对这个土地的热爱呢？他们又在里面玻璃厝里面讲些什么呢？解决了吗？结束了，我们可以进去问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结论吗？他应该不会，他会用公告，除非记者给你打广告。我们很快，大概即时新闻就会出来。然后去听啊，录成看，我们就知道结论了。什么职业叫做即时新闻？我要去问。没有人敢讲，只有记者去打听，然后即时新闻很快就会出来。上次环保。环评也是很快，即时新闻就有了。这是下一案了吗？对，现在下一案了。哦，下一案了。